宝师傅的三丝海鲜酸辣羹完成了，好美哦！腌虾仁哦，虾仁基本法，腌下去拌这个虾。看到盆子的边边一丝一丝就是起胶了啦。拌到蛋白都吃到虾里面，太白粉了，表面来给我们看一下，看起来你用这个虾，虾仁基本法，你腌起来以后可以用到后面。十五下了吗？我去帮你煎。好，加点盐，这叫红白嘛？有颜色一点点，有盐也有酱油，有颜色。轻轻抓一下，再轻轻拌，不要拌在那里。好了，教大家红白马的基本法了。哥哥，红马白马是不是马杀鸡的意思啊？马是把味道抓进去，叫马，叫马杀鸡，好吧？马杀鸡比较好记啊，马杀鸡。红白马就可以加全蛋，因为它不要做白色的，啊，你红马也是加全蛋，那白马只能加蛋白，因为加了酱油，那个虾仁的颜色就不好看。你只要保护它就好了。150度，太热了，太低了，不能炸啊！那你要煮高一点，水先放。要用泡的。它泡起来就很漂亮。高级菜要很干净，不要像赖皮猴一样。好，好点，温度差不多，滑起来就很嫩，每一条像布拉吉一样。好，看一下过油之后这么漂亮吗？很美，很美。三大奇迹，三大海参。这是什么？冬阴功啊！冬阴功，泰式酸辣冬阴功。冬阴功配。因为我们今天用这个做调味料，啊，可是煮的是中式的手法。好，打开。加油！加油！四十。师傅说每捞一口，每一口都要有料。哎，鱿鱼溜走了哦。好。